来点盐儿，上来吧，老弟儿。对，这大鼻子真粗啊！来吧，再来一点点。哎呦，上来了！我的妈，太大了，跟小夫比比。哎呦，多漂亮这一根儿啊！嘎嘎一嘎子，这活力啊！这一根30块钱啊。这来个猫耳朵，看着它的轨迹啊。这边没有，那就是在这头了，在这儿。哎，麻出来了！哎呦哎呦，缩了。这种的握得太深了，缩得也特别快。你看，像这种轨迹，有的就是猫耳朵，得用那个铲子铲一铲。这个洞好粗啊，大上方肯定特别大，灌满盐。拐弯呢？怎么？大城王就是不叫，看看见？哎呦，这大鼻子上来了，太大了！我天，再来一点，再来！哎呦，还可以啊，这个跟我烟瓶这么大吧，差不多，上货。大螃蟹死了吗？还活着呢。这得2两了，这一只。这腿估计是被铲折的。但这里头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小白螺，这玩意儿特别少，我们这边能看清吗？嗯，这样的，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吃。以前抓住基本都放了，不要了。这儿来一个，这不是就在这头，哎，插上了，哎呦，缩了。这种的捏不了了，缩得太快了，稍微碰着点肉就不行了。这是不是？这不是，那就顺着这轨迹往这边走。这不在吗？这又来一个，这个肯定在这儿呢，这是它呼吸口。哎呀，这是2只啊，这种是兄妹啊，兄妹得抓回去。小夫，过来，看有个狗子多好，过来，咋不抓海鲜去呢？平时都抓2个小蛤蜊啥的，今天造成这样，冷不冷？今天还行是吧？不是那么特别冷。去吧，玩去吧。滴滴滴滴滴，这妞好漂亮！哎呦我的，跑了吗？这来个螃蟹，这是被老大爷铲了，不要吗？多好的一个，这带回去。我还能再来一顿，猫耳朵整个肉蟹，再放点大虾，这个鱼头就不吃了，内脏给它去掉，一拽就行。哎，来，这还有呢，还跑了，过来，嘿，来，这还有呢，还有，别叼走啊，给这吃呗，全是你的啊，还吃这玩意儿，贝贝，你也要吃啊，贝贝，这没有了，就剩汤了，在哪也爱吃，在哪以前都不吃鱼的哈。吃吧，香香。吃吧，嗯，螃蟹吧，香香，嗯，吃吧。
想想，这吧唧吧唧嘴，都给你了，你别叫我了，吃吧。对，吃吧。喵什么？都给你了还喵？再大。对呀、啊，跟一个虾吃吧。这一天的，天天的就喜欢吃这个味儿，是不是、啊？闻着我在屋里吃，他就受不了了。吃去吧。先来一口粉丝。这玩意儿特别好吃，把这个刺儿挑进去，看这里头这个带鱼，带着肉特别嫩。有没有这么吃过的？吃虾一定要蘸点小料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今天这料，来一口。哎呦，今天好酸呢。这里的柠檬特别多，这猫耳朵。你只要给它沙子吐干净了之后，什么都不用去啊，这内脏就得碎了，蘸一点，真有嚼劲呢、啊。最有营养，这是被切了一半了，估计是哪个大爷不要了、还可以啊，这里头就黄有点散，肉是很肥的啊。怎么样，这个肥多还是可以的。真肥呀、这点得蘸着料，现在吃料吃感觉很新鲜，不蘸料缺点啥的。来一口啊。贝贝，吃去吧，虾头，吃吧，虾虾。哎呦，这狠狠叨了一口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。喜欢大齐的朋友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